哇，呢条有乜水啊？爆到冚，戴晒 cap 帽，仲戴埋口罩，买珍珠奶茶都咁鬼鼠嘅咩？连崔建邦都差唔多认佢唔到啦，原来佢系陈海林啊！原来陈海林约咗郑嘉颖，咪以为佢哋咁恩爱，原来系有暗涌噶。本刊收到消息，陈海林近日的确不时向男友表达想两年内结婚，并且想回温哥华摆酒，但郑嘉颖极度抗拒，向身边朋友狂呻。详情就留意今期嘅依家娱乐啦。